基本上，Tutor Glass它是一个软体的名称，它进行的是英语教学服务。当我们的外籍顾问戴上了智慧型眼镜之后呢，他的所看、所听，他所在的环境都可以同步的呈现在学习英语者的面前。那么，想象中，如果我们的外籍顾问。 他在一家餐厅里面教英语的话，你就可以同步看到他吃的菜、他看的菜单以及他周遭的环境。那么我们的外籍顾问，不论是跟waiter 在对话，或者是跟他的朋友在对话的时候，你是可以同步的跟他学习英语。8月份我们要推出的是撞球英语，运动英语。我们的第一堂课就在下个星期三中午12点半 ，Tutor Glass 撞球英语课程召开课了，然后也稍微预告一下，就在这半个小时，我们开放前20名报名我们的运动英语实际教学课程的，将会有精美好礼可以获得哦，赶快来排队！加油！OK，我这个美丽的画面。那我们在后续的4天早上的11点，也有我们 Tutor